的每项数据都做得非常的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KPI 也要继续的去完成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月季度。哇哦，女神有约哦。哎，你最近的痘痘怎么办？那得看看这次的客户了。可思美推出的新产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，对比以前呢，更多的是得到了好多的口碑，所以最终我们要回归纯净，觉醒活力。